到肝不算。我想问1976年的好像是属兔，好像是属龙，你可以帮我看图腾吗？可以啊，嗯，你再讲一遍，几年呢？1976年。76年是吧？嗯。啊啊，感恩师傅。76年，1976年，想看什么？再讲一遍，对不起。我想看婚姻。啊，不好哎。啊，是的，是的。整天吵架。啊，是的。你赶快念姐姐咒呀。要念多少？嗯。啊，姐姐咒要念多少？姐姐咒每天念108遍。嗯。哦，然后就要一个月停还是怎么样？先念一个月吧，看看如果还吵的话继续念，因为你现在种这个因下去可能会有这个果的，明白了吗？哦，明白。那要小房子吗？要，小房子要。多少？29张吧。嗯。写给我自己的化解冤结。对，小房子吗？就写给你的药精者或者化解冤结吧，好吗？哦，好。放生要吗？放生啊。嗯，放生放200条就可以了。啊，帮我自己放生还是给我先生放，还是要跟菩萨怎么祈求吗？你就跟菩萨讲啊，保佑啊，我先生啊，和我两个人化解冤结啦。你就这个放生，能够求菩萨保佑我们的善心，能够化解我们的恶缘。我某某某和我先生某某某的恶缘，会讲吗？啊，好好，好对，感恩师傅，好，台长师傅可以帮我看我的家的佛台吗？我家的气场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哦，感恩菩萨，嗯，菩萨有来吗？菩萨有来，嗯。哦，感恩。